我走的时候半个寨子都着了。什么？我家里怎么样了呢？啊，我爹我娘呢？我走的时候大少爷已经带人回去保护老爷爷太太了。大少爷赶紧让我来报信，赶紧请求支援呀。淮八路怎么这么不经打了？原来人家是故意示弱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咱们赵家围子。少爷，咱们得抓紧回去啊。早就知道八路军诡计多端，没想到这么狠，这他妈叫釜底抽薪呢。少爷，我来的路上我还看见了国军的正规军正往赵家围子去呢，不少人啊。什么？你说是国共联手了？不好，这样情况可不好了。我得马上去找归田大佐，让他速速的退兵。赵家围子如果丢了，那可就全完了。老爷和太太可千万不能出事，否则的话，咱们罪过可就大了。老冯，林茂才，你们俩马上调集部队，速速的撤退。老妈，哎，你跟我去见归田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赶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大家都起来了，起来，收拾东西，走，走，走，来，老妈。前阵徐州太子，徐州看着什么事你就死去。嘿，龟田太公，龟田大佐，龟田大佐，龟田太公，龟田大佐，龟田大佐。龟田太公，大事不好了，恐怕我们不能再打了。赵家围子出事了。赵家围子，情况怎么样？罗叔，什么情况？啊，八路军和国军联手偷袭赵家围子，赵家围子危在旦夕啊！昨天猛攻给我的是，老王大哥，此话当真？是，啊，贺老八，这就是赵家围子的保安队副队长。他亲眼看见的，现在的赵家围子那简直陷入了一片火海当中啊！国民党的正规军正往那边开拔呢。今ここに進行していきます。わかられたか。マーシャル、君の隊は新狩りを務め、前線戦闘八路の追撃をせ。わしは後軍を連れ、赵家围子に向かう。遅れてならん。大佐让你带人断后，防止八路军袭击。大佐带皇军立刻回救赵家围子，一刻都不能耽搁。嗨，山本，嗨，部队命令，すぐ戦闘をやめ、撤退しろ。下野さん，嗨，命令部队马上停止战斗，不能有误。龟田大哥，那我跟贺老八也赶紧准备准备啊。嗯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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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对啊，老李。嗯，对面阵地上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是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肯定是鬼子的老窝出事了。哎，如果他们一会儿要撤兵的话呀，咱们一定得追上去，狠狠地打。这一仗要把小鬼子还有保安团打疼。知道。同志们，冲！快跟上！快！快跟上！快去那边看看啊！是。爹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外面风大，小心着凉。火灭了吗？损失怎么样？火基本上是灭了，还剩几处小火正在灭。损失不小，凌霄宫几乎已经烧没了。谁干的？八路军？应该是。爹，我早就说过不要去招惹八路军，二弟就是不听，你老爷不好好管管他，这下倒好，惹祸上身。我的遭遇还说明不了问题吗？咱们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土豪乡绅，本来就不应该参与政治。咱们坚信中立，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好吗？你胡说，你懂什么？共产党就是穷棒子的党，穷人的救星
八路军一来，他就分掉你的土地和粮食，我们还过什么安稳日子？别做梦了！他们跟咱们是不共戴天，凌霄宫烧了可以重盖，但是让八路军占为了脚，我们好日子就到头了。赵老爷真是深明大义，要是人人都有您这样的胸怀和觉悟。 我想何愁不灭八路军呢？金山城那边怎么样？哦，还没有消息。我想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皇军大部队应该已经拿下金山城了。贺老八呢？哦，刚才情况紧急，我让他赶紧去金山城找二弟回来，我带人回来支援。啊，坏了，他什么时候走的？ 走了大概能2个时辰吧。真能糊涂啊你！你也是带过兵、打过仗的人，声东击西的阴谋你还不懂吗？八路军放火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混乱，让我们皇军回师，以解金山城之危。副司，在呢。张将军，你说。你立刻去趟金山城，告诉二少爷和龟田大佐，就跟他们说家里出事了，我们抓了一个八路军的奸细。 让他们绝对不能够撤军，必须要拿下金山城。行，我抓了，休息。赵国富，天黑风高，你还是回屋歇息吧。我睡不着。爹，你太不争气了。 把关在家里，到无所谓；一天到晚无所事事，只懂得唱戏。枉我对你几十年的培养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回去好好想想。好，您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走。 还好，有金贵能为我分忧。哎，听说抓到了奸细，对，是个八路军，他受伤了，我已经把他带进了地牢。嗯，一定要严加逼供，把八路军的底子摸清楚，不然我们太被动了。好的，您放心，我会尽快去办。八路军。 快扶龙王出来！卓秀、小飞啊，马上就那边，快扶龙王上车，快点！谢谢你了，老五叔。哎，不用谢，走。 约翰兄弟，你也回吧，辛苦了。哎呀，看你说的，咱哥俩是跟谁呀？哎，你看看人家，拼命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打鬼子？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不好说，伤得太重了，得赶紧送金山城医治。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这小子造化了。哎，可怜的孩子，菩萨会保佑他的。老伙计，我。 我想跟你说说桃花的事儿，当时我是没有。兄弟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事儿不怪你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桃花呢，我们想办法把它能救出来。回去吧。那我就回去了，您多保重啊。哎哎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好嘞。
我的官人来了，同志们，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截住。嗯，金山城的援兵随后抵达，咱们前后夹击，这回呀、啊，一定让那些小鬼子尝尝咱们八路军的厉害。嗯，看来今天啊，有一场硬仗要打，敌人越是拼命突围，我们越是要拼命的拦住他们。我们多坚持一会儿，胜利多一份保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那我们准备打吧。同志们，跟我走。真的是不错，我知道プロバリファイビキ女性から人はいやそんなにいないよ。はい、連れて突破しろ。戦い合わせるよ。戻るのが先だ。はい、みんな続け、行くぞ。前面什么地方？包长官，前面就是十八盘了，地势险要。派侦察兵马上去看一下，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是，马上派人去。报，前方发现大批日本兵被阻击，他们要突围，正在激战。好啊，难得的机会啊！张团副，哟，我们立功的时机到了，命令部队把后面包上去。给我狠狠地打这帮小鬼子！我不要活的，全要死的！是，一营主攻，二营策应，三营保护大将，都预备队。哎，我不要保护，全部压上去，速战速决。是，走，下，下，下。
把王瑞抢过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笨蛋，还能怎么办？给我盯住，把手里子弹拿光。干啥？少爷，看这个样子，我们是顶不住了。要不，赶紧撤吧。你不是吗？敢撤，我他妈毙了你！少爷，少爷别逼我，我肯定有用的。 我们赶紧走，别废话了，要走一块走。咱们俩跟他们拼了！走，跟我上！少爷，冷静点，不能冷静点。只要留了新十三，不怕没下手。只要保住了性命，我们就还有中山再起的机会。我们老爷对我们家有恩，现在正是我报仇的机会。少爷，你能被逼，我们命之前，我们这条贱命大有一死，等待就了。白搭一个吧。二十年后，我和老白又是桃花，老爷。 老子没看错你，行，那我先撤了。你回头跟兄弟们说一声，凡是能活着回来的，我赵金贵重重有赏。饶你小心，给我打！都别往身上打，要死打死一个，听到没有？我听见没有？啊！王一的俘虏，你别打了！啊！你投降！投降！ 几点还不换呢？哎，兄弟，行了，别操那么多心了，咱们俩就是受苦的命。小莫，啊，这他妈小破灯，你要干什么你？没干什么呀。什么声音？ 有声音嘛，别疑神疑鬼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玩呢。坐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要求那个奸细？不要命了啊！坐。你跟那个奸细什么关系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你什么意思呀？ 原来向我打听那个人，就想救他呀！胡子哥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是认识他，我不但认识他，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去青山城的路上，遇到土匪打劫。 就是他救了我，他叫林建豪，他是个好人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罗大花，你救人的心情呢，我是能够理解，但你这么做，也太危险了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
说你像个报道人吗？啊，就凭这把小报道了，你也想把人给救出来？你以为那帮保安队是嫌犯的呀？最好人没救出来，把自个儿打进去了。那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害死吧？我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这样做呀。别蹦跶了，把我眼睛都花了。除非你帮我，帮不帮？行，那你让我想想办法啊。什么办法？哎，有了，要不然我喊张小姐帮忙吧。如果她答应的话，绝对不能把人给救出来。张小姐。啊。这就是你想的法子啊。不过倒也可以试试。哎，你可记住了，千万别跟张小姐说是我让你这样干的，懂吗？我才没那么傻呢。这个事儿啊，就交给我吧。四哥，我相信你。你真好。柱軍と国民党の2軍に挟まれており、突破は到底困難な状況でございます。最悪の事態を考えなければ。分かっておる。小林君、君は隊を引き、先陣を切れ。はい。もし、突破できたら、すぐに梅子特戦隊と連絡を取るんだ。突破できなければ、我々は、腹を切って、お詫び申し上げる。はい。続け！
且配合，粉碎了日伪军的猖狂进攻，暂时缓解了金山城的压力。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张怡梅又在策划着新的阴谋。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，李健苦苦思索着应对的办法。刘副团长，哎呀，多亏了自己及时赶到，勇敢拼杀，才得以消灭了这么多鬼子，多谢多谢了。哎，谢什么谢啊？抗日打鬼子，人人有责，没有你们顽强的阻击，怎么会有我们侥幸得胜？可惜啊，还是跑了不少，都怪我们人太少了，武器又差。林女士，你千万不要自责，你们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，抗击得非常英勇。我一定会上报政府，为你们请功。好，希望我们以后能密切协作，消灭鬼子。好，一定。那我们就再见了，咱们后会有期，我们还有任务，告辞。刘副团长，缴获鬼子的这些武器装备，我全都送给你了，因为你们比我们更需要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谢谢王团长的美意。李健，老刘。啊，刘副团长，李健，周参谋。快来。老刘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鬼子呢？你们来晚了。国军啊，77师派了一个团，和我们并肩作战，消灭了鬼子一个中队。他们的指挥官龟田大佐剖腹自杀了，有少部分鬼子突围逃跑了，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，都归我们了。真的？没想到国军会主动配合我们作战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哎，林小雨呢？小雨啊，带着游击队回赵家围子了。他说呀，刚消灭的敌人，打了胜仗不能轻敌，要严密监视敌人，加强防范。说的不错。牛哥，现在懂得防患于未然了。哎，李健，人家李小雨打仗可是一把好手啊，配得上你啊？那当然了，他打仗当然不错了，那跟我平常对他的教育是有关系的。嘿，你看。说他怕他就喘上了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个战绩怎么样？啊，也算发了点小财吧。三门迫击炮，四门山炮，炮弹若干，怎么样？有点眼红吧？哎呀，哈哈，太好了！迫击炮和山炮好，嗯，大炮啊，我喜欢。废话，
谁不喜欢他啊？只不过战场上没有找到赵金贵的尸首，俘虏里面也没有，可能让他给逃了。战士们正在找呢，我们争取抓活的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李健，敌人新败，元气大伤，咱们何不乘胜追击，一举拿下赵家围子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的胃口还真不小，我告诉你啊，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。在赵家围子留守的日军不在少数啊，就凭咱们呀，根本就拿不下他们。嗯，说的不错。赵家围子啊，没有一个团的兵力根本就拿不下他。咱们现在呀，只有从他的周边做起，削弱他的力量，也就是说呀，进攻周围的村庄啊。当务之急，现在咱们赶紧回到金山城去，看好咱们的粮食还有物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行了，咱们马上回金山城。好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去抓个人。干什么？有个叫小林的哨所，他是学习黄家庄的凶手，我一定要把他给抓回来。说得对，找到那个小鬼子，给乡亲们报仇，老百姓肯定会欢欣鼓舞，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大有帮助。那你回去吧，多带几个人，路上小心啊。好，我走了。李健说的没错啊，这次仗虽然我们打胜了，但是胜得艰辛，胜得凶险，事后想起来并不乐观啊。说实话，我对李健一直是不服的，总觉得他在军事上没什么过人之处，现在看来自然确实配得上大智大勇四个字，光那份从容和冷静你我就不及啊。他犯了那么大错误，总得放他一马，可想而知。这次攻打金山城，中队首长亲自点将让他来，非他莫属，这首长原话。明白，像今天这个形势，咱们俩遇到就不敢打这一仗，真有点经典战役的意思啊，咱们得给他庆功啊。嗯，那是一定的。得了，加快速度，快点。哎，张小姐，最近我的右眼皮跳得很厉害，总觉得大祸临头啊，我担心金贵他们会遭遇不测。伯父是多虑了，现在保安队的实力远在八路军之上，更何况还有我们皇军助阵呢，即便一时拿不下金山城，金贵他们自保还是绰绰有余的，只是我有点担心。报告小姐，胡子回来了，快让他进来。是。老爷，张将军，情况怎样？日本人在回来路上被伏击了，在十八盘被八路军和国军联手打败，全军覆没，就连龟田大佐也自杀身亡。我还听说二少爷和保安队也被打败了，回来的比较急，所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。国民党的军队也来了，看来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。如果说上次金山城失利是因为情况不熟，金贵他们轻敌之故，这一次连太君亲自出马都吃了败仗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啊，我想他们的实力不可以低估了。嗯，那是。老夫请求张小姐赶快打电话给南京请求支援，一定要尽快剿灭那股八路军，永绝后患。伯父放心，我马上把情况汇报给总部，总部不会坐视不管。我们现在应该马上把进赵家围子的道路封锁，在一些地段要加派人手，以防国共联手袭击赵家围子。那就只有这样子了，劳烦张小姐你布置一下。多谢伯父的信任。记住，一定要多派人手在刘汉峰那边，是地势险峻，一人当关，万夫难进，那可是进赵家围子的必经之路，守住了刘汉峰，赵家围子就不会丢了。多谢伯父的指教，我马上去准备。你马上派人去罗汉峰，一定要守住那里，不能让一个八路军通过，不得有人。小山，你马上派人到十八盘附近的山里寻找我方所失人员。是。小总，你马上请视野军特战队在寨子里头巡逻，一旦遇到可疑人员，立即抓；遇到反抗的，当场击毙，不得有留。是。金国不让须眉啊，
镇定自如，临危不惧。将才，有张小姐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冯管家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问我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二少爷生死不明，我还没法跟老爷太太交代呢。哼！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。八路军先遣队区区百十号人，却把我们屡次都打败。这龟田太君亲自出马都不行，这要是八路军主力来了，这赵家围子不都悬了？这他妈就叫功亏一篑，眼看就要进金山城了，哼，可惜了。要不是八路攻打赵家围子，要不是黄南辉废物，要他妈不是你坏事，何至于此啊？哎，这话怎么说的？你们那么多人，皇军还有炮，你们不也打败了吗？我这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王管家，听说你在赵家围子威信极高，这老爷少爷对你是言听计从，你能不能替我多美言几句？我现在是有家不能回，无路可逃了，我也不容易呀。好了好了，那都是后话，咱们还得研究研究怎么逃路吧。这要是落到八路军手里，人家就得就地枪崩。是，八路军肯定最恨的就是我。警戒警戒，五叔啊。哎，咱们得快点，我担心龙方撑不住。不行啊，这山路太颠簸，龙方伤又太重，走快了伤口容易撕裂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给他吃了药，但愿他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能顺利度过这一关呢。先生，不枪了，在腰上了。啊，我们还没出赵家的势力范围，小心点。别让我看见他们，见一个打一个。哎，小子，把你自己保护好就行了。哎。不是八路军。是老百姓，还有辆车。看看，八路军的游击队呢？游击队怎么了？不就是三个人吗？正好抓来做人质。弟兄们，跟我上！走，兄弟们，走！你跑什么快？不好，快点！不好，有土匪劫道。站住！识相的，把车给老子留下！老子不是山贼，老子是金山城斧头帮帮主林茂才。现在代表政府要征用你们的马车，你们是哪儿的？你个小兔崽子还活着呢？这老不死的，你不死我能死吗？算你倒霉，在这儿碰着老子了。弟兄们。把这老东西给我抓起来，四通八路。都别动，只动试试。谁动我打死谁。走，给我上。有本事你们就一枪打死他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冯管家，
你这叫什么话？咱们可是一伙的呀！一伙的，以前可能是，现在不是。你小子私通八路，逼我们上当，害得皇军都损兵折将，二少爷不见踪影。我现在恨不能一枪崩了你！